孝能要不到钱，戏弄众丰富勾商界，把我压在地上，一直拖行着爱自己的球。对画面中这位黄小姐施暴的，竟是她33岁的亲弟弟。她不只是打姐姐，更可恶的是，也对中风的老爸施暴。黄小姐说，弟弟到大陆做生意不顺，爸爸不想再资助他，因而怀恨在心。昨天中午，看到弟弟对爸爸不敬，想要制止，竟换来一阵拳打脚踢。因为前几年他有家暴，是对爸爸吗？对啊，对爸爸，他当然是希望救回这个小孩，可是问题这个小孩目前看起来就是没有。那你要提告你爸爸，他知道吗？知道啊。动新闻新竹报道。